你还愣着干嘛？跟我回家。回家，这不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家里没人，我哥还在外面吃饭呢。不是，老板让我帮你安全送到家，没让我跟你回家。不是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怕我吃了你啊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真的。你不怕？那我试试。不，你别这样，你自己上去好了。不是，我一会儿还要出去参加个朋友的聚会，我想去换身衣服，你帮我看看哪套好看呗。你哪套衣服好看你自己看就好了，我哪知道啊。你是我的人，我不给你看我给谁看啊？什么就你的人？不是，到时候老板回来看到我们在一起的话会误会的，那说不清了。那我们动作快点。啥动作快点？就你自己上去好了，好吧。哎呀，你是不是男人这么磨磨唧唧的？我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，你得帮我拿。那我肯定是男人啊，对不对？那走。那走就走，走。进来吧。哎，好。这位就回来了。嗯，对。这位是？哦，我专属司机，很帅吧？还行吧。嘿，你好。那个，你帮我招待一下他，我去换个衣服，一会儿我要跟他出去。好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好好。哎，兄弟你好。好什么好？我不管你跟我小玉总什么关系，离他远一点。不是兄弟，你这说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莫名其妙。等着你了吧？哎，你好了。好看吗？还行吧。还行吧，你就不能夸我两句吗？哦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嗯。还差不多。走吧。嗯。哎，管家，这我送我闺蜜的礼物，你帮我拿着。啊，行吧，行，走。管家，我们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去，走。哇塞，宾利的 GTC 啊！你还挺懂车的嘛。那还行吧。走，上车。那我开啊。哇塞，这内饰真漂亮嘞。车漂亮还是我漂亮？那肯定是车漂亮啊。哎，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，直男。那我们出发吧。哦，对了。啊？今天晚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我呢，跟我的闺蜜说，今天我会带我男朋友一起来。你就要假扮我的男朋友。啊？